照一下那个 WF Duno 哈，那这个 WF Duno 宜兰的金柱老师哈，这都是最近的事情哈，最近这一个月的事情。那他的连结哈，因为他有写，我就不用写了哈。在请各位到我的网站，然后在那个在我的网站的右边资讯教育创客类的地方，这里有一个竹林资讯站，啊，这个就是宜兰陈金柱老师的部落格。那我们新的那个 WF 的 WF Duno 的应用大部分都在里面哦，他已经做好很多教学的课程，所以各位点进来之后，啊，这边 WF Duno 有很多。那因为宜兰他们是用那个 Chromebook， 他们没有电脑，没有 PC。 他们都是用 Chromebook， 那这一套在 Chromebook 上面可以 run， 所以他们依然准备要推这一套哈。好，那它的资料里面，如果你回去要安装的话，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准备哈，课地零课课前准备，那其实就是两个动作啊，第一个要烧韧体，第二个就是要装 APP 啊，这两个动作哈。那我们把这两个动作做一次给各位看哈，啊。 首先哈，他要到那个 Play 商店哈，就是首先要装这一个 WF Duno 的 Chrome 的 APP， 所以他一定要用克隆浏览器，好，他一定要用克隆浏览器，所以你的电脑如果没有克隆浏览器，要先装哈。好，那所以呢，我们去克隆的应用程式商店，在这个地方，好，应用程式这边点一下，这有个线上应用程式商店。 好，然后进来之后呢，在这边直接搜寻 WF Duino， WF D U I N O， 然后按 Enter， 就会找到这个 WF Duino， 好，直接把它加到克隆浏览器新增应用程式。好，那加好之后呢，好，加好之后，你就可以在你那个克隆的新 你新增页面的时候，哈，就可以点这个应用程式，就可以看到它在这边。好，请你先到克隆浏览器，然后点这个去增加这个东西，增加这个 app。